本次命题作文围绕爸妈展开，下课。我是没爸没妈的，该怎么写呀、啊？你有爸有妈，也不见得多有教养啊！你，谢谢哥。别乱叫，你只是暂住在我家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别人让我转交给你的情书。没兴趣，回家。我看他压根儿就不想帮你，嘴上喊着哥哥，其实也喜欢持续的吧。听这个，要是妈妈还在的话，一定会带我去听演奏会的。下次我陪你去。听说他妈妈当年可是一代歌后，跟他爸在演出场出事了。哎，不过他真是一传道美人胚子。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又不是你亲妹，你说不得啊！多大人了还打架？今晚不许吃饭。就是啊，哥也太不听话了。雨桐，你怎么来了？明天的书院活动，你能和我一组吗？嗯，好啊。持续，我们一组吧。凭什么他们都喜欢你？辛苦了，休息一下吧。谢谢。幸好有他，突然胃痛我也没料到，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。好像遇到是谋好的每一秒，也许是我运气好，能为一个人。我不想再做你哥了。雨桐，我喜欢你。为什么我总是迟了一步？你今天好美。谢谢，新娘入场了。这么大个人了，走路还摔倒。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又不是你亲妹，你说不得。哥，吃了药就好好休息。怎么了？我想爸妈了。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对不起，我不想做你妹妹了，我想做你女朋友。有你在，我可以一辈子做个小孩。